青梅竹马，我到底在想什么啊？青梅竹马了不起吗？ 青梅竹马就会是左岸喜欢的人吗？我和左岸从幼儿园开始还是同学呢，未来5年也一直会是同学，是不是谁呀？哼！别笑了，救命啊！ 你爸什么意思呀？大门都不让进，你这么多天跑哪儿去了？连人影都见不着一个。我一直都在家呀。你爸不是说……哦，我知道了，你爸呀，怕你被人拐走了。去你的吧！我爸是怕你把我带坏了。哼，你不把别人带坏就不错了。行了，最新消息。 我改签了明天的火车票，要不然你那么多东西谁帮你的呀？这就不用你操心了。我听说有很多高年级的学长闲的没事干，专门给新生年报呢。那也是好看的，你这样的假小子。展越，你信不信我把你重新挂上去？继续。